Hello，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来收看我们台球舞团的游戏实况片，我是康纳。今天再继续我们的恶灵古堡之谜。同样也邀请我们黑暗一起来。黑暗，我上头。安安。好，那好吧，我们上集就在那边跟那个黑心商人接啊。给我死黑暗，我是可以打他，是不是？不行，打他，你打他，他就挂了，说不定。但是我很想打他。克朗，建议你卖秋针。好了，我就是手不要当残废人。好了，那先来。我记得，对，我买了小杠。那就先来拿他来搞一下家伙。搞家伙，不是小杠吗？小杠也会晃哎，看一下有什么敌人在这里。我觉得这好有点恐怖哎。怎样恐怖？我觉得，要是如果你没有聚集到，你就完蛋了。对，而且，真的有点困难，他还晃，而且更何况康纳，你是用那个什么腰杆吗？对啊，对，用腰杆。这个，这还会晃。虽然说没有晃的比《恶灵古堡六》的那个那样子，但是我一个又中，我听到砰的一声了，叫我狙击王，上面还有一只我看到，这边不要动啊，不要动啊，我靠，中啊，爽，再来，看是不是还有一只，我在屋顶，没呢，我没这样。哦，康纳，这样也行。康纳这样很痛。还有吗？要过来。看到了。耶！虽然说没爆，有音乐起来就表示我们直接发现。好，换一下武器，我们准备冲了。其实你要带巫师会比较好。带什么？巫师。但我看到一把。靠！这家伙。我认为。我小刀王。没挥到。小刀王没挥到。第二个是我。中。好痛。还有一个。靠！我冲啊！好吧，我换散弹，靠！被甩了。这样也行。还丢？这样。好。白痴。给康纳离合。下一秒康纳就被白死了。怎么那么多晴空啊？晴空不是啊，黑暗吧？打我啊，笨蛋！你好，靠！不打你！躲开！我刚补好血，你们马上就把我杀了！就是你了，躲开！对不起，躲开！中！罢工！别打我！还来！啊！吃我蛋蛋，不，吃我的小刀！吃你蛋蛋！丢巴拉！巴拉，那不是巴拉，那是苦力怕。苦力怕嘞！哎，我发现了。你挂了！我快狙了！我快狙了！救命！看来我发现一件事情，那些僵尸手上有爬蜡，但是他不能倒。我靠！躲开！哦，小心！躲开呀！哦，拜拜！自爆！你哟，海神波塞顿嘛！海神波塞顿啊！
See you next time. 好了，康纳，啊，你又发现一些事情？什么事？张比手上拿的芭乐嘛，对不对？都不会爆炸、欸。对呀、啊，很奇怪、欸。我很好奇，他们是不是先放太多了？太奇怪，他们是……哎、欸，这是什么？哦，神器，哦、是钥匙吗？哎、欸，差不多钥匙，跟钥匙，就很像你没有钥匙，你就没办法进去那个什么神殿关卡一样。哦，哦，又来了。哦，没丢中，没丢中。王魔炭，快走！小弟啊！哎、欸，旁边有油桶。嘿！哈哈哈！还有啊，脑袋还好。来呀！再下去，我开始对这个摇杆蛮 OK 的。嗯，好了，那个叫做……我不要以为你们僵尸就不死僵尸。走开啦！我在忙我的事情，在走开，走开，走。你这样也要爬，你不会走旁边就好了。可能要怎样？拜拜。我也上去。哎呦，好险好险！幸好他们没准心。准心？哎呦！靠！怎么干了？我的命已经没了啦！哦，别看了，刚才那个黑暗卖的东西，其实里面有那叫药水。这是不是药水？我拍了，来抓！啊，爆头！哪一区啊？我拍！哦，还来！你都不玩这招。有补命的，有补命的。好了。啊？怎么了？要给提示吗？你说。哎，是的。我看看哦。这里应该有一些东西，柜子翻一翻，或进去屋内。哎，对，或者去。我知道，因为他们建筑物还可以进去的。对，我要搜一下，我要搜。看到，油桶。啊，蛮你。Open 用脚 open。用脚 open。低氧神器，你知道？哦，我这样。恭喜。这是绿色吗？是黄色。刚才绿色，这绿色 green 啊，这个就下面 yellow 对啊，黄色、啊。那应该可以合成。合成。回头哦。啊。这一代居然要花三颗。哎呀。想到第六代就，跟第六代比起来，第六代还比较好。其实我刚才想到一个妙招了。我知道这些僵尸也要那个，好，也要爬。来啊！我怕！你看到什么了？
哎、欸，这是什么？我爆了！我爆了！我爆了！哎、欸，那边有油桶。油桶！啊！可以继续出一个没有、哦、没了没了先继续这边哦这边还有一个哎、欸、这是什么黄黄的闪光弹哦闪光弹好用耶看到对啊太好了如果你会用闪光弹的话你就觉得闪光弹是个好用闪光弹是个好东西但是千万不要闪到你都很无力不是不是很无眼你会很后悔会后悔说为什么在这边听到有僵尸的声音？看到看到，在这里。啊！我哈狗，拜拜。碎呀！哎，他们的武器没有限制。什么意思？他们武器没限制，就是没有弹药限制，可以一直拿。哦，难怪我刚才一直中那么多子。哦，看到，对，哪里一边的？哎，找到了，好了，恭喜恭喜。啊，那我们就来去看一个。也是的。踢，哎，干嘛踢呀、啊？直接跳下去就好了。哼，这游戏也有蛮多瑕疵的。跳下去不会扣血。对啊。好，两个钥匙嘛，就刚好可以开这个。哎、欸，为什么不能用？哦，还要合成。把合成，还好了，合成而已。还要把它合成一块。哦，完了。还好啦，刚刚总比没有那个跟你讲说你要找三块，还要找工具去合成。会这样？有可能哦。好了，那我们先到这里了。嗯，是的。嘿，你来了！哟，我看到这边有面具耶！面具？对啊，你看，这边前面一个金色面具，我要定了，我就是要它。我就是要它。哦哦哦！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面具？来啊，来啊来、啊！不是我听错了。知道吗？等一下会怎么可以？就这样，再关门，然后就这样慢慢踢他就好了。Fuck you！ 就这样子，就这样慢慢踢他就好了。省弹药。虽然你这招不错了，但是我觉得还蛮阴险，太阴险了。反正这样慢慢踢他就好了。哎、欸，门没关，应该说门没锁。哎、欸，旁边不是有油桶，炸掉油桶？有吗？有油桶吗？在哪里？哦，白水，我把那个很红色的箱子看成油桶。哎呦！你看脚痛，脚痛吗？哦哦哦！
挪开了。他说：“千万不要惹我。”他吧，不要挪。这句话说不好，我也不知道怎么讲。啊，继续往前走。Un forastero！ 石头，投一颗，追不到。Double kill！ 去死！去拿那个面，好吧，算了。这时候靠我们人类的智慧。哦，又闯进化。哦，可以躲。哦，拔了。太帅！再来。还丢嘛？哦。来，没在怕的，被利用他们丢卡拉兹一点。卡拉，这时候你要嘲笑他们说，你把我们的巴拉丢那么，那是伤心啊！哎，我枪法越来越准了。我发现其实我还蛮适合这种感觉。呵呵，哇，哎，真的有够阴险的！你看他们在这边就放了三个。地雷，对啊，然后我还蛮佩服我们的主角，用小刀就能搞定这个捕捉者，你看超屌，好鸟。虽然说用子弹也可以，哦，弹药。所以这个游戏其实就是要我们到处都搜索一次，才会比较知道哪里会有东西。嗯。他要想到一件事情，到处要去 shopping 一下，你就知道有什么东西。shopping， 对，是的 shopping。哎，等一下，这个看起来很可。哎，面具在这里，哦，是我面具。哎，拿到啦。有东西吗？没了。有东西吗？哎，这是什么？Green， 哦，太好了，没有草药了。Un forastero！ 谁啊？嘿，是我。你。过去。确实。哦，不要！我要一颗一颗的虐。可以。卡吧，哦，卡吧，哦。卡吧没了，哎，把它，把它搏斗。可了。哇，可恶！哎呀，你太矮了。我拍谁？我可能不小心中了猪骨针。哎，不对啊，我175哎。175，这边我要用小杖。啊，哎，不要动！去！哈哈。我来碰，搞定。没有吧？啊，让人了！好了，我听到声音了。哎、欸，你刚才那，刚才真的有点好笑。我还在那边说我敌人来了，他大概是这样子。然后我就马上冲到他面前，然后他掉下去了，死了。哎、欸，下面有鱼、欸。必须哎，卡拉啊不，卡拉啊，你去钓几只鱼出上来，那个等下来煮一煮，我负责了。哦，好，可以煮。好，我康纳也是会，哎、欸，有弹药。等一下，我整理一下。这边等一下会。啊，好，搞定。那些鱼要怎么抓？哎、欸，抓到一只。原来用小刀就可以了，我先吃了啊，要先补给几个宅啊，还有吗？还有吗？
还有鱼吗？这边已经抓到了。Yes， 有了。看一下哦，可以耶，好帅啊！对啊，我小刀王哎，不要小看我。好，再抓一只，我们就上了。被跑走。那边好多、哦。光弹，钱。有钱。哎呀，我们已经没地方可以放了。好，算了，有一只就可以了。我们还居然生吃。好了。在这个游戏里面呢，但是如果符合逻辑你就错了。也对啦，我们玩游戏也不能太认真了，太过认真我们就输了。好啦，来了。这边乌鸦还蛮多的。小心乌鸦。我想办法看能不能一次解决掉它。要一次解决，很简单。我看到了，就是我想先解决。一颗一颗砍嘛，是吧？一颗一颗射。乌鸦最好不要一颗一颗射。你拿散弹枪过来一下。散弹枪。好。对。对，然后装备好之后呢？你那边有没有备用子弹？我先装一下。那尽量好 ，OK。然后再适当距离攻击。这样应该 OK 吧？再近一点。不一定遇到什么。好，那应该 OK。两只、三只，但是那一只我可能变不到了。没关系。我在想一个办法。我可以用手榴弹啊。对啊，就是说浪费手榴弹没关系。没有，没关系啊，反正很多。玩游戏啊，就是这样，没错。啊，不错哈，这边都还有空哦。乌鸦有1000块，是100块，1000块。好奇怪，为什么连乌鸦也，他们是连钱也敢吃啊？他们肚子不是里面都是装那些那个 garbage？ garbage。如果我不想要用国语讲，我用英文讲比较好。好了，哦，这个跟刚才一样，要先把杆子弄掉。那我怎么弄掉？说不定有绳子之类的。绳子吗？我要怎么弄？那也没办法。对啊，没有啊，他没有那个杆。那最近，那你拿小刀去砍那个木板，可能会掉下来。有吗？没有，没有。再见。没有。对的，没有。啊，不然就是乱枪打一下，看看会不会掉下来啊？不是打那个，对，是打那个木板。打木板。是的，那也没有红点可以，也没有。没有。对啊。拿它。多大？按三。有三哎。三。会不会是？三会不会叫一串 ？Yes, the thinking here too. 这里也很脏，很恶心。等等，我看看是不是又少了什么？哦。哎呦。可恶啊！最极端的方法，拿爬啦！果然有效。Fuck you！ 刚刚吃到北外。最极端的方法。好了，我们快点前进吧。好了，该拿的都拿完了。前面有，这边没东西。啊？这是什么？这是方向指针。上下，先上。下就刚好。我开了，那么简单了。就是、会不会太简单了？对，就是这么简单。禁忌，来收一下都，这边都可以收。好，懒得看了啦。
谁啊？哎，这不就是刚才那个在我们脖子里面住这东西？哎，好像是哦。就这个混蛋。休息。拿到钥匙。这里的人也会看出我。Open。Hay un rumor. Nuestro jefe se curará de la plaga. Y la plaga es mucho mejor que la nuestra. ¿Qué es eso? ¡Oh, oh, oh! ¡O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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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h! You carry the same blood as us, it seems. Nevertheless, you're an outsider. Just remember, if you become unpleasant to our eyes, you'll face severe consequences. 我肯定这就是黑暗的。What? Same blood. 哦，好，第二张文，一之三文完，那个结束了。好，对。那么，好了，虽然我们已经过完一之二了，对、啊。那么一之三呢？当然就到此为止了、啊，不然还要继续吗？哦，我已经很酸了。Leon, I've been able to get some new info that might help. 等一下 ，fill me in. Apparently, there's a religious cult group involved. They're called the Los Illuminados. Los Illuminados. That's a mouthful. Anyway, I had an unexpected run-in with the big cheese of this village. But you're okay, right? Yeah, but he could have killed me, but he let me live. And he mentioned something about me carrying the same blood as them. Whatever that means. Carry the same blood. Huh, interesting. Anyway, there are more important things than solving riddles right now. You're right. Hurry and find that church, Leon. 好了，那我们这集时光就先到这里啦。那下集的话，再从这个地方离开吧。然后顺便要把这个黑暗降到。哎，迪赫，哎，不要拿枪指着我的画像。就是要，怎样？不要开枪 ，Don't shoot。好了，那这集时光就先到这里啦，各位观众，拜拜啊，拜拜。